习惯啊，天在他乡，秋进来，秋进来。洪荣宏金嗓开唱，瞬间收服摄影棚所有人员。这般的好歌声替他赚到名和利外，年轻时也引起秀场黑道抢人砍杀。我肺部有两刀，然后或者气胸不是吗？气胸、肺部是从后面，对，从后面。你的关门是鼻整啊，那鼻整鼻整啊，加额头几刀啊，那怼过来。洪荣宏遗传到父亲洪一峰的音乐细胞，但父子缘分却不深。13岁时父母离婚，父子失去联络，最后靠着这首歌《爸爸在哪里》，父子才重新相聚。父子破冰，连妈妈也放下对前夫的怨恨。爸爸那阵在咧对唱歌表演，然后就晕倒在台上。那个消息传过来，阿我妈妈怎样？紧张，紧张。阿姨找教会牧师到店去，去为伊祈祷，然后为他祝福。啊，从那个时候，妈妈就好像原谅他了。对父亲从不谅解到孝顺，洪荣宏解开跟父亲的心结，也是替自己人生铺一条没有遗憾的道路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